据多名网友爆料称，2月9日，湖南长沙，一辆小车遭与开长沙牌照凯美瑞小车男子提刀威胁，口吐脏话。视频画面显示，这名男子情绪非常激动，后方小车的司机王先生没有出言反驳。随后，男子拿着刀具回到车上。经核实，被提刀男子威胁的王先生驾驶的并非出租车。据王先生介绍，因看到前面车子移动速度慢，随后按了下车子喇叭，结果双方发生了口角。目前，警方已接到报警，正在调查中。